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，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位在上海的轮渡。这是轮渡口，它都会一个公告，他们的票价是2元，真正的票价就如同照片中这个情形，2块钱、2.8元，还有10块钱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用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的方式付款。两位工作人员非常的亲切，来这边渡轮，他们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好。我来上海目前为止感觉还不错的服务人员，挥手。晚上人多的很，晚上人多的很啊！谢谢。晚上夜景很好看。是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好，谢谢，感谢您。谢谢。这两位是复兴东路入口处的工作人员，非常的亲切。现在看到的这是他的船班的时刻表。付了2块钱就可以过来了。如果你有提行李的话，他本身呢也会稍微叫你看一下行李箱给他看。我们就在这边等着船班过来。搭到对面去，2块钱。这边就是所谓的三间道，那一个好像开瓶器的，那花旗集团，远方花旗集团旁边那个就是传说中的东方明珠。这边的轮渡现在时间快到5点了，人也不是很多。刚刚我们的要坐的轮渡要过来了。
现在的时间是大概下午已经五点左右了哈。那我们现在要从这个从东边到西边，跨过这黄浦江。就是我们从复兴东路要坐到东昌路，那再从东昌路呢，等一下就会转为往金陵东路的方向去。我们现在所坐的这是轮渡东沪线，那也刚是在从这头要过去嘛，有点时间。那因为我们比较早到这里，感觉上还可以再稍微等一下。因为船就会开了，沿途的风光可以看一下。其实我建议可以，大家可以坐这个，这个才人民币两块钱，非常的划算。我们目前所在的是复兴东路的这个渡船口，等一下会到对面去。那对面我们要到的地方呢，就也就是新浦东的地方，那是东昌路。我们的目的地会到中昌路，实际上呢，这个行程也并不是很远。我们可以从镜头这边，我把它往前拉一点，就可以看到我们要达到对面。没看到，就是对面这个这样一小段，但是你能在船上体会整个浦东这边的一个黄浦江的一个沿岸的风光。对面是新区，虽说大楼林立，把镜头往内拉一遍。非常美好，这是两件套。三间道都看得到的地方，现在吹得徐徐的风，今天这边的温度大概也应该有30几度了。OK， 广播已经开始，我们船要动了。Go， 旁边的那艘已经开走了。拽他个背到过去了，是吧？我们的船已经开始要行驶了，要慢慢的离开这里，蛮平稳的。在台湾有渡轮的地方，大概就是在旗津那里。但是这船坐起来感觉好像比较大一点点。整个河道上都是船，怎么样？都是对开的。来到黄浦江搭船，我建议只要花2块钱就可以搭到这种渡轮。
他们这边叫轮渡，我们那边叫渡轮，很奇怪为什么要颠倒。OK。离开了刚刚的码头。换个景。游客几乎都是坐在外面。我们是有在房间。是啊。有他直接的房间。OK， 我们即将靠岸了。船还要掉头，好性格。对面那边就是我们港湾。OK， 来看夕阳吧。
难得可以在上海看到夕阳。也有人讲说要在浦东这附近到对岸这边看过去看夕阳，也有一番风味。OK， 我们的船即将靠岸，就准备下船了。整个搭乘时间只有几分钟，感觉还不错。一个人能币两块钱可以走这么一趟，真的是蛮值得。等一下我们还要坐一段线过去，下一段我再拍。轮渡抵达东昌路之后，必须下船，再从东昌路这边转搭往金陵东路的方向。金陵东路也就是所谓的上海外滩的那个位置，那你只要花人民币4元就可以横渡黄浦江。那最主要是从复兴东路这边搭到东昌路，那东昌路这边再往金陵东路的方向搭乘，这样就可以过去那边欣赏黄浦江的夜景。建议各位大概是5点多的时候来搭这个轮渡，那就可以看到漂亮的上海。OK， 往金陵方向的云桥站，而且往金陵东路方向人确实比较多。下完OK， 现在船已经靠岸了，我们要往金陵东路的方向，船已经靠岸了，等一下我们就准备上船。人都下了差不多之后，前面这个闸门才会打开，之后就可以上船。那一般上船之后会直奔2楼，因为从2楼可以看到是这样的景色。那在1楼的部分当中，他们有那个一些电马可以上去。
轮渡抵达金陵东路之后走出来，在金陵东路轮渡的上头就会看到这边的黄浦江的景色。这么多人坐轮渡看，越晚人越多。来，上来。搭乘轮渡的整个过程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，谢谢你的观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您按赞、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，感谢您，拜拜。